权利。我们人的希望可以得到值得这样的态度，对我们对吗？人家是否抛弃我们三年级的这一届了？啊？我们家很多很多很多的作品，为什么？我们这届跟其他届都不一样了。我们的看他俩会没了，我们陈经理没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跟你们解释吗？三年级，我们一个同学，他几年组，我们要正式的开放，以前从来没有没开放过。为什么我们这届就没有？你们放弃我们了吗？是吗？不是吧？现在我给我们班的各位学生，讲一下他的诉求，代表三年级的诉求。我希望你们学校给我一点机会。我们也是在职考路上碰到的朋友，不要以偏概全，还是有人